这不能踩，因为把手太嫩了，把手要弄起来，然后踩这个背。他应该有附个楼梯会比较好一点。没有，他楼梯要另外买，可是另外买没有意思啊，你还要再多载一个东西。我们小猫也有爬上去过啊，小猫是因为很会跳啊，它一跳就。人家的猫的。对啊，它跳一个就上去玩了。我猫很多地方，猫两层楼都跳得上去。我们刚才要出门的时候啊，它就想说它要我们要带它出来，它就躲起来。那因为那猫在台北的。对，他自己在家里。那这样他吃什么？就是我们定时的放饲料啊，一天两次。那这样没人照顾他？不用啊，因为他其实就是出去外面，他会没有安全感。哦。他有时候会带去才走。超远的。说淡海大桥明年就完工了，就是淡水大桥啊。那个淡江大桥明年就通车了。那工厂很迁移。它是边上啊，像你出去有没有？这个把它拉出来，
就可以在下面吃饭啊，然后 做一个那个厨房啊，就可以弄在下面了、啊。然后边上我们那旁边有一串灯啊，就是那个，就是这种是适合台湾的、啊、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个你说这种，你看我们来这里都可以停啊。那个拖挂温哥华那种，那塞进来啊？不可能进来都进不来。对啊，要不这根本进不来，那种就像一个 van 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你到哪里都可以、啊。而且台湾那种山区，有的路很窄。哦，对啊。对你不没有这种车的话，你如果是温哥华那种车，你根本过不了弯啊。那个路没办法，路况不行。不行啊，对啊，所以台湾有台湾的玩法。这你以前有来吗？关西休息站？我没有来过，我不会来这种地方，因为没有、啊、没有开车，开车才有办法。对啊，没有开车没办法来这边。这你如果是坐那个什么游览车啊？哦，那个南下这关西这一站，他一定会停。旅游的那旅游巴，因为他差不多开一个多钟头了，就放你下来尿尿了、啊，要不然他的老大郎也受不了。不是在拍哦，Hello， 这里是国道三号的新竹关西休息站，我们就来这里尿尿，啊，想要吃喝拉撒这里都有，啊，走进去。我们小车停这一面，大车要停后面那一面。游览车是吗？哎，对，游览车都停那一面。因为游览车比较用不到这个里面的吃喝啊，都放游客下来尿完就上车就走，他不会停在这边。对，他不会放你下来吃喝，他没有那么多时间的、啊。先生，这样走。对对对。但还有那个淋浴间，还有睡觉的那个铺位，还可以睡一下。我有时候开了跑进去睡一下。九品睡莲、观音睡莲、香水睡莲，这么我是完全分不出来。还有旅游服务中心，这边都可以咨询的、啊。纪念章，纪念章啊，有啊，还有刚这个。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可是我当下没有画，所以我想。我是红豆饼。如果现在人不是很多，你们要吃东西吗？新东阳，我老婆在里面画。哦，这边很大的新东阳。超多熟食的，很爽，关东煮什么都有。
它很大一只。听说这样子。珍珠奶茶太阳饼，因为这边是他拿到那个经营权啊，这边独门生意。对，这边他经营权都是他租给这些摊位的、啊，然后他规划他装潢啊，连外面都有事。对对，都要跟他租啊，因为他拿下国道关西服务区的对的经营权。那这边新竹嘛，这边有一个专门的新竹名产。它、啊、这边都是那个、啊、伴手礼区，你还记得吗？新竹米粉，有名的。对啊，这边都是新竹米粉，一清班呐、啊。哦，不错。哦，拿去买东西给他找钱。楼上还有折扣。哇。咸菜啊，咸菜瓮。嗯，十月他那个晒柿饼啊，都可以去那个，很多地方在晒，那屋顶都是柿饼。现在是十一月，是。对啊，这是什么山、嗯？是那个。反正国道三号都是在山里面钻，就对了。就是三号。对，国道三号，所以你看国道三号很多那个隧道。那以前坐国道一号的时候是坐不出，没有这么多隧道，在海边钻不出来的。后来钻隧道的那个能力有了，就哇，一直钻一钻，到处都可以过。台中有捷运啊？哦，台中捷运啊，它就一条还是两条？那2019的，2021的，台中的，它那个绿线可以到高铁站。速50公里，两。
这还有一个，是不是还有一个石头头份？通过。这个有点类似全联，就是他的车也有一些什么好点，但也有一些比较一般。这好像是在这条上面，就是走这条。50公尺。我那只小猫，它是虎年的。小老虎。小老虎啦。属老虎的。属虎。对，去年的，去年的。它生肖都比我们两个大，我羊，然后马。吃进我们了，骨都是吃肉的。羊肉的啊，来来来，边挤啊边挤。那是下午的头发。谢谢。听嘛，虾仁蛋炒饭，送好。来来来，分着吃。拜拜。爽吗？还有这个是冬天的，这个那我觉得哦，你好，好棒哦！上次跟我吃到的，还可以，不会像那个上次火锅店啊。对。就送哎、欸，像这种店的经营，现在竞争多很多类似这样的经营平台。对啊，台湾我觉得就什么都便宜啊，那什么都方便。现在竞争多。不错。三个不吃牛肉的人来牛肉面店消费，这是吃我们比较讲好灰啦。这炒饭也可以，可以哦。把它当鼎泰丰来吃，他给的那些配料也不会少，是蛮多的，蛮多的，里面。炒面，你有点炒面。我省掉了。哦，不然太多了。我们晚餐就换别的东西，不要吃这个省。羊不够再点，因为他有的时候会给很多。我点水饺。这个饭还不错。嘉宾又还吃不到这个。是哦。黄豆花那好像比较硬，太湿了。黑的哦，就比较干爽。因为我之前来吃，我觉得它的素啊放很多蔬菜，然后觉得可以来吃。那2点就要休息吗？所以我们现在1点多来刚好，等会。还没有，还没吃到，念了半天就没有去吃哦，没找到，不知道在哪里。在那个中校东路的，那是中校路。信义路，可是他们那边不知道在哪里，来试试看。中校东路到底啊，中校东到底。中校东路，信义路到底。对，我不知道在哪里，找不到。港浪站是指台中的一个神牛堡。这么贵，就是什么成功牛排啊，小时候。对啊，就是看小时候，是跟类似像神牛堡。对，还是台餐。这是头份吗？对啊，头份。这你也来过了。人家来跟你讲，哎，头份，哎，我去过了。我去吃牛肉面，吃豆花。
吃牛肉面，吃豆花。YouTube 上面骂脏话，他现在是柯文哲的人。然后他这个月有去冲绳拿了一个柔道冠军，冠亚军，拿了两个，一个冠军一个亚军。还不错嘛，我以为他那身是练。